位就是什么？帅呆了，帅呆了。接下来我要呆住了，你要呆住了，你肯定要呆住。请把帅呆了打在公屏上。哇，鸟鸟，鸟鸟现在可以帮我们带节奏了。哇，鸟鸟，他绝对是今天主持的 MVP。那这位帅呆了的演员是谁呢？他就是龚俊，让我们欢迎龚俊。龚俊可以做出 IE 红毯的选择。哇，这个选择很扣人心弦啊。他左右先都看了一下，最终呢还是选择了艾坦。他是古装江湖里的翩翩公子，也是腾讯视频待播剧《风过留痕》里的正义刑警，《我们与法庭的距离》里的刚正法官。在跨界这一块，谁都不想对他百灵鸟的声音和抽象般的手势舞说一句我真的服了。他时而霸道，时而深情，时而暖心，时而逗趣，他就是龚俊。没错，好，我们的媒体朋友们非常热情。好的，再欢迎我们的龚俊。欢迎龚俊来到采访区。认识。你好，你好，龚俊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他在表演。因为太帅了，帅也是呆了。谢谢。来了，俊平哥，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。哎哈喽哈喽，正在收看腾讯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龚俊。啊，欢迎龚俊，欢迎龚俊。那看到龚俊选择了哀坦。哦，是。平时是一个哀人。对。这其实不是啊。这个啊，要分场合啊，就是说，在这个要是需要我去那个做一些工作的时候，可能会这个变成艺人啊。啊，就是今天这个场合。今天这个场合需要我干什么？需要你帅，其实就可以。啊，行，那还是 I 人吧，是吧 ？OK。那自己做过最 I 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什么叫做过最哀的一件事？就是你觉得作为一个，因为哀人嘛，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啊，对吧？比如说一个人打双人成型什么的，这很哀吗？很哀。一个人打双人成型哦，一个人怎么打呀？两只手各拿一个手，就是、打完这里打那边，打完那打这边，就自己陪自己。哎呦，这个哎，就说打这个咱腾讯的游戏吧，王者荣耀啊，你别提了，俊哥。上次跟你打完之后，我再不能说没点开，反正就是有了阴影。对，公众场合给我点面子啊，不是跟你打完，就是我看到你走来，就想到了那个中路爆杀我的米莱迪。哦，对，我都忘了，是，有这么一回事啊，是吧？是的。那而且我们知道，龚俊这一次发了单曲。啊，是对吧？不断出、啊、是。哎呀，那今天这个场合，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今天这个场合能不能有幸听到两句呢？哎，我真谢谢你啊！不是，有这个环节吗？真有这个环节。看得出来你们感情真的很好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回去发微信骂我，没事。行，那我就唱两句吧。唱两句，对。这个我刚才听到，是不是周深深深来了，是吧？深深来了。深深也来了，是吧？我能在这个红毯也唱一首，说明是对我的这个歌唱实力的认可。哦，但是深深没唱啊，他没唱。但是我唱的是他。唱的是你唱了。哇，你对我高度认可。那也行啊，说明咱们俩在一个 level。好，对，我们应该是来吧。开玩笑啊，俊哥来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唱两首吧，那就啊，我都有点紧张啊。等到明天晴空万里。我们总会相遇，还是可以啊！谢谢。哎，不过瘾啊！可以了。那这样吧，俊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，好不好？这首歌这个是这个写给这个粉丝的一首应援曲，因为正好那个时候是我生日啊，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活动。然后现场就是把这首歌唱，把一些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唱给了这个粉丝朋友们啊。对，可以在 QQ 音乐收听啊，不付费。好的，那希望各位喜欢龚俊的朋友，包括我们去 QQ 音乐收听龚俊的《明天晴空万里》。哎，我这个鞋怎么珠子掉了一个？哪手掉的？珠子掉了一个。是不是啊？一会儿我们找一下，找到了之后。是。哎呦，对，我刚才上来我他摔掉了。我实在不相信龚俊老师是哎。
哦，是我采访至今的、啊。哎呦，这样吧，要不你先采一下，我去找秃子。我觉得可以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对，后面还有嘉宾呢，咱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。哎，我问一下龚俊老师啊，接下来的这个待播剧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透一下？哦，是，正好呢，非常有缘分啊，这个正在拍摄的《我们与法庭的距离》和这个之前刚杀青的《风过留痕》。都是咱们腾讯的戏啊，这个在里面饰演的是《风过留痕》，饰演的是一名刑警，他是一个刑侦剧。然后呢，《我们与法庭的距离》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家事庭的这么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法官啊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啊，谢谢。谢谢龚俊，也是一个美好的寓意。其实今天，龚俊说到了《风过留痕》，是、今天是《俊过留珠》。这个猪留在了我们的盘上。谢谢谢，没事儿，这个哎，大不了赔一点啊。不会不会，我们赔一下，给你找到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对对，谢谢谢谢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也是一起期待我们龚俊的待播作品，也是欢迎龚俊来到我们的腾讯视频星光大赏。谢谢谢谢，谢谢龚俊，请龚俊移步我们的星光俱乐部内场，稍作休息。嗯。